听闻你拜六暗部头八点的客家新闻杂志，而在客家关系的是农民用的畜产的来储存的哟。为数多的多青苔的农业树叶，人类研究以来对土地如果唔友善，对温室系作物的虫诶，等上黑山农药来解决，造成土地过难恢复的伤害，人人也会到去干。好好对待土地，都会好好对待人的自家，因为印度农民如体肥都一点，用太自然的力来储存的。美丽农改从生活防止昆虫，按照了鼓励农民提田球的放养田体，用生态界一物之一物的田心来感受害虫。此破季节，很美丽太富农民彭凤仪最忙闲的时节，二十多年前。离开台北，转到故乡，种植普洱菊，老传统的耕种业和农业。对耕种新的知识，总是用接受的态度。大棒天时变好，彭凤仪投资的插座一些点一些点叶，甘甜降低植物的盐度。各种枝叶都有长缺，是前叶重来。我哋话安尼比较啊，我种下用药的就较加昆虫的适当。其中药啊，还能防止唔到，伊下个药个拢有安尼抗药性啦。第一次破坏盐度变重诶，我银糖多，听说吃到同奇怪。不过彭凤仪都将农改草覆唔拆本机，一到初年一乱，出的四重诶时节，我说顺风诶吃诶混合草，防地都也掉细菌草，一到虫诶都好喺刺破盐度防止宽度诶害虫。不过过诶三到六年又重奇过后。他也就唔爱过生肉嘅，不少吃破嘅盐度，差唔多一礼拜都要补充重来。系慢慢咧，必须要教育农民个人有时间咧，因为小肥仔是要系食品安全啊。我说系慢慢咧，系咪要用填替的方式、生物方式的方式来取代呀化学农药？唔系讲完全，诶，我系咧尽量减少。一刻，生活防止昆虫，见成功的育出的草莲、黄丁、出皮虫、发菇的、草蚂的、老寄生虫，也唔仲有好多用的农作物害虫的防治学。不过，冇全部都拿来大量运用，像系会食草蚂的、蛾的、发毒草蚂的，就抢吸掉的就重要。做田地繁殖处于一个困难。如果我修只田地，从头来讲，很多修两种虫的。啊！要给吃掉没？啊！要给吃掉，按照了有办法反制人的天敌，一部分是卡可非盈利的部分。啊！要种多草莲，又无办法用人工来吸吃的防地毒也掉，就该用米虫卵来做草莲的饲料。一下农改厂合作的吃破的盐油十五格，但请各产业唔事前提供草莲，都需要应买3000cc的米虫卵。米虫卵，米是些私家专业是吃的鱼，一百万人鱼是菜系一胎的负担。故说农改厂希望投放出的技术移转，不民间做的商业化，投生产的成本降大。啊，慢慢的也技术转移出去，不厂商去生产，啊，农民将起来购买。哦，啊，一下忙以为发，就慢慢的讲，农民有时啊做本吃用，有效果哈，还摆唔做去。是用购买的方式，不能填合自然界，万一看得到的虫蚂的、草莲一条新育的昆虫，认真些药的唔检测，无为填替的作物的害虫变做越来越多，耕种业常做的是下下托下下贵的药的来维持收成，研究农业希望，积极的前进，要实体一条害虫的太自然的经验。从源头来减少用药的，他家也做得适当更加安全。下个新闻，陈清伟、陈俊明、苗栗报道。